我就知道你还没睡，我们一起加班吧。你穿成这样干嘛？你衣柜里不是西装就是衬衫，那我只能选这件啊。你充电线在哪儿？在抽屉里，我给你找。找着了吗？一根数据线藏那么深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事啊。你今天晚上好奇怪啊。没事，你也快忙吧。你的线太短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进来。顾总，这个红参饮我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，送你了。送给我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知道，您和苏静静刚住在一起，难免那什么了一点嘛。不过您要注意身体啊，留得青山在，细水才长流嘛。我不需要，你喝吧。啊，你跟艾米一块儿喝。哎，不是顾总，我……哎呀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真是的。我看看啊，原装进口，来。来，喝。哎呀，慢点。来，顾总，都拿回去。你喝不完，那个谁，艾米喝，不够就说啊。好，去吧，给你买。要不给你留两瓶吧？不用，我忙着呢。你去找艾米去吧。那您注意身体啊。艾米等着你呢，快去吧。艾米。哎，静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认识你20多年，第一次见你这么拼命。午休时间，哎，这整个故事恐怕只有你在工作吧。好了，别损我了。你呢，来干什么啊？我上午做了参鸡汤，来给谢特送爱心午餐。我就知道，看到你这保温盒我就猜到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我可真羡慕谢特。他什么时候娶你啊？我也想知道呀。那你可得让他快点，他要再不行动，我就要横刀夺爱了。别闹。你说这结婚这事儿，谢特要是不提，
我也不好明说呀。不能明说，那就暗示。暗示。工作日能吃到女朋友亲手做的午餐，这什么待遇啊？那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天天给你做。谢谢宝宝。你刚才都没注意，我们公司那些单身狗同事们羡慕的眼神，傻不傻？就是整个故事最靓的仔。哎呀，我现在觉得谈恋爱真的太美好了。那也不能只谈恋爱呀。没错，还得用实际行动来回馈给我的宝宝。嘿嘿，哎呀，你看，要是我穿上这婚纱，会不会更好看？必须的，必呀！我的宝贝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得赶紧去开会了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自己进去逛逛。我先走了。自己进去逛逛。